打一把瞒着，瞒着。全军出击！鲜血个抠！哇哦，我的手上居然是带特效的。那个战争学院皮肤咋还不出呢？不卖钱了是吧？不挣钱了？平眉接掏走，再平眉四药掏平眉，平眉平眉再见，不打了，我溜了，有点痛。黑暗中杀出，掏 A 死了，你看。这瞒着这么垃圾的英雄，我们都打不过一击，足以见得这堂堂上单薛微是有点弱啊！请勿模仿。准备收割。真好吃。 A 接打反溜回血，掏 A 打反溜平 A， 一上来好了，那算了，打不准 A 减盐切掏接平雷闪现走。你说这人放你走吧，你还非得送，麻烦着，没出来，你给我砍死吧。蜘蛛也是非得要死，你说那人就别救了呗，死就死了呗，非得给报个仇，推呀、啊，你这线儿给我放这里，兄弟，我有点玩不了啊！你推推推推推，别管别的了，你就吃吧。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佛爷哥马上五级，我们三级。刚要有个蜘蛛的助攻就好了，刺儿你一下。A 接掏，打不了平 A， 掏 A， 起飞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这大刀给我砍的，我有点接受不了，有点血了，砍的我好疼。他好凶啊！你凶什么了了？你这么凶凶，你会找不到女朋友。告诉你，小伙子，我们是弟弟啊，我们是弟弟，一定要忍耐。一心不行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回血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Shut down。我天，太吓人！瞒着马上升了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他马上升了，
我们回家了。这波不能再打了啊！这波再打，我估计我们要够呛了，要死了。溜了溜了。生，我就是活生生的改变，适应然后毁灭。哎呦，这都能中！W 的回血，蜘蛛别异，蜘蛛，蜘蛛，啊 ！W 个老蜘蛛，可恶的蜘蛛！你为啥不打他呢？你畏惧虚空吧。刷新印子，哎呀，螳螂前期就这样。这英雄啊，本身呢就不是那么特别猛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这就是银生，你看螳螂就是银生的表现，没有苦中苦，哪有甜上甜。我这一个 Q 怎么还没有普通攻击伤害高呢？玩呢 ？Q 一下94啊！您在干什么？您此城一创。为什么抢人头呢你？这波单杀，哎，真是有点烦呢。哎，我还追呀，追来，这回你追呀，你别不追呀，你追我呀。来追呀，这满大哥这得追啊，这不追哪能行呢，这得追。不要逃避。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刚才 R 显形了？别的我都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R 刚才显形了。我第一个 R
本来进险的，你知道吗？进潜的显形了，哎，这就很烦。你让他多砍了我两刀。我就没明白你为什么过来欺负我，小伙子，我是不是现在谁都能欺负得了了？就是，是不是？就怎么就谁都敢过来欺负我吗？你不知道那蜘蛛是让我螳螂杀的吗？那蜘蛛，那蜘蛛跟我螳螂玩，我专吃这昆虫。老蜘蛛。收割，我操！可恶的安妮儿！吃熊吗？熊吃不过，熊有点厉害啊！熊，我们去把红打了去。这红如果不打，那瞒着就得打着红，赶紧去打红去。防御塔的城门即将剥落他们的头顶。呦呦呦呦呦！流流流流流一下流，还回血。一心八八六掏。小心眼的样儿吧，你没有我，你能杀俩人吗？啊？我只是回回血，美味无穷。哎呀，我们的螳螂这英雄啊，就不要那蓝红 buff， 要给我个蓝可能还行。小心眼样吧。谁到了这么小气，像谁想要似的。然后进化。我要不是那蛮子过来，我都不带拿的。主要是瞒着来了，我要不拿，可能要瞒着给拿走。我点啥？我推塔慢的一匹。现在我那连德克萨斯木印都没有，他们无法坚持下去了。不推这玩意儿，推太费劲了，的饥饿伤害太低。哦，中路看看，收个安妮儿的，还吃熊。
啊，你吃我的屁吧你啊，还吃熊抠一下呀，哎呀我操，那眼睛就跟瓢一样，瓢成是瓢了呀，这眼睛看不见吗？畏惧虚空吧！赶紧出德克萨斯木印。我马上到，他们绝对不会看。先把安妮儿杀了。哎呦我的蜘蛛，这蜘蛛蓄蓄有点高啊。这蜘蛛，哦，这蜘蛛杀九个人了。看来我们第二件装备不能是收集者了，第二件装备得是夜印之风了。夜什么印之风，跟他还夜印之风，我直接收集他，跟我俩夜印之风，今天不把这蜘蛛掏了，我就不叫这螳螂。女枪没闪现了，牛头没完了是吧？你要守上他。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？全死。拿下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波二打四是吧，一二三四，哇哦，这波二打四，不过我们还是很脆啊。嗯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夜印之风，一个收集者，加上一个那个大影魔刀，这是我需要的装备。阴影之中，没视野，安妮是出了沙漏的。我们先去把女枪收了。人不见了，
有点。我的翅膀。我再缓一会儿啊。起飞，爸爸妞，吃个药。别，回头打爸妞。哇，这瞒着，为什么一套秒掉呢？哦，可能因为给我减攻击力了，我们攻击力变低了。270减了我60点攻击力，刚才我是330，我减成了270。漂亮、本来我们其实应该三杀的，确实应该三杀的。打呀，打，你们打来，我呢蹲一小波。小蜘蛛，没完了是吧？这安全啊，起飞，这瞒着连大都没有。牛头挺幼啊，别急上啊，让塞纳先干呢。我们一个掏来，一打半溜呀，撞墙了。不知道这瞒着搁哪呢，先捡个树。马尔扎哈的位置还挺靠后啊，减速，被勾引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我的队友会给我报仇的。完了，我的队友上当了。嗨呀，我也上当了。先来个夜宴之风。现在还是不行， Q 技能还是有点短，等我们再升一级，
又懵了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我一寻思啊，这里就得有人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打破这屏风，起飞！打破这。刚才这就叫意识，你知道吧？就很有可能。他们就在那个草丛里边，我一寻思他们就在那个就得在那个草丛里边蹲着，所以我们是一定不能先进去的，知道吧？那瞒着跟那安妮儿一瞅，那安妮儿就是要蹲人儿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蹲什么，他凭什么蹲。把我们当白痴，那是肯定不行。再见，瞒着把疾跑开了，再来啊，再来！这里没有人吗？这里没有人啊！你干啥呢？气坏了！我这顿亮牌啊！你都696了，你亮什么牌？你都负战绩了，你马上都超鬼了，小伙子！一不来，得吧溜。再得吧溜。我先把跳弹打了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视野。再见。跳弹。我先把红打了。怎么老撞墙呢？可以打大龙，干啥呢？这女枪啊，不是，这女枪干啥呢？先把牛头给我掏了，掏。嘿，这女枪挺有意思，搁旁边瞅我，哎，瞅了我一下，感觉好像有问题，又跑了，跑完以后感觉不行，还得上。这么个小玩儿了，这不分奴啊！我不是分奴，干啥呢？八卦妞，
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翅膀焦躁不安，完了，我估计我够呛，我没蓝了，我没蓝了，哎呀这英雄咋这么缺蓝呢，这是一个没蓝的英雄，一点蓝也不回呀、啊！我这1800多点蓝，连50点蓝都不给我回。收集者卖了吧？不行，换个大穿甲，换个塞瑞尔达。反手 Q 再反手不行，反手 Q 放技能是必死，我要是跑我还能等一等，我有没有 W 不是 W， 我等一等我 E， 我将划过滴答滴滴咚。